就这四个字，哎，钓鱼啊，当然幸福啦。赚钱我感觉去算安尼。我知道我自己怎样过自己的生活就好。我想我洗碗、看电视，安尼做幸福个。身体健康，有饭吃，旅游有钱免烦恼。我就是每天健健康康，有工作做，现在就很幸福了。要省钱，那个钱不容易赚。在岸边啊，有一碗饭吃安尼啊，都想要开着满足啊，你来吃无？可以每天五六日在一起啊。从相亲到结婚，大概花100天就结婚了。可以跟能让你幸福的人永远在一起。怎么说，两个人都在一起啊，然后过日子了。我怀疑哦，哎，有囝有孙啊，人就安尼就用啊，怪落落啊。幸福就是很美满啦。我觉得是我到了我老了以后，然后我会回想我这一生，我觉得可以微笑就不错。幸福就是这个，两岁玩游戏，跟好朋友一起玩，希望可以不用考学测，就是回家跟爸妈吃一顿饭。早上打电话回家的时候，听见妈的声音，幸福快乐，丢帽子，不用太计较啊，生命就在一瞬间就没了。知道吗？我觉得就真的要强迫自己多一点时间去给自己亲密的人。其实希望说我可以像我妈妈一样，这样一个坚持，就是把家里顾得都很好。我在，我嘛在。我听了，你又听歌安尼啦。我来韩国。可以有爸爸妈妈在身边，家人都很健康健在呀。跟他好好的成长到大啊，孩子给他看的呀。如果让你觉得幸福的事情，你会害怕失去？先把握当下吧。而在这世界上要快乐啊，没有2万多天而已啊，所以是应该是悲观里面的乐观嘛。幸福就是心中充满爱的感觉。看海的感觉哦，虽然会冷，可是心是温暖的。事事有求的，比如说我在上课啊，他们给我的回馈会让我觉得就很窝心。物质富裕匮乏，心里也很快乐，这个就是幸福。跟你过了很可观的分享、演讲，然后慢慢的用我的生命去影响其他的生命，让他们快快乐乐的过完他们的一生，去帮助人，就是平安的完成，大家都平安回来。幸福就是很满足，过得自在开心。啊，我啊，无人家无的囡仔，我伫家幸福边啊，就是幸福啊。啊，着囡仔乖啊，啊，生活稳定啊，温柔体贴。我甲阮头家着两个啊，过着感觉着足满足啊。做兄弟安尼一日同安尼，吼，做无闲的。家庭不要吵闹就好了。安乖就好，把它当作志玲姐姐就好了。每天起床看到早上阳光，终于出太阳。如果一早来就是可以喝到一杯热咖啡，好喝的咖啡，就觉得非常的棒。一个可以暂时不用想事情的时候醒来，然后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太大改变，就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。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做你想做的事情，自己想要的创作，人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，是一件很幸福。可以一直玩下去，然后不会饿死。有人愿意花钱去买你创作出来的东西。圣母玛利亚，耶稣，觉得幸福也是自己可以决定，所以我很幸福。